还有好多人排着队跟那块坐呢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跟那儿坐还有什么用，跟那块排着队，可能全都挺闲的吧，都对。关都已经关了两年三年，马上就要到第四年了。嗯，好多人都怕说有好多阳的，我没有码出来之后怕得了病。那你跟家关这么长时间，你也没有钱挣，那你就愿意跟家关着你就关着呗，反正我得出来挣点挣钱了。我所知道的，大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啊，就是这个新的这个奥密克戎变异以后的这个病毒，大家感染以后的话，身体状况都好像目前看起来挺正常的，所以我自己也不太担心，我就觉得这个政策也比较合理。他不是说是控制住了，现在还没有控制住，每天还在增加。你现在如果放宽呢，如果这次阶段如果放宽呢，如果这弄得这控制不了了，疫情更厉害，你们怎么办？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。